马蹄莲烂根案例。马蹄莲因种在背阴处不见阳光，叶子逐渐枯萎，从根部烂掉，挖出来看根茎已经有一大半烂成泥。移栽到阳光好的地方，烂根挖掉，撒姜粉，暴晒三天后回填土把根埋好，原有的叶子逐渐枯萎掉落，新芽长出。这是一周后的照片，前后比对，一周前，一周后。